是否有一天会因为生活的无趣，突然间想买张机票来到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，而来一场美好的旅行呢？如果是的话，欢迎你来到世界上最南端的小岛塔斯马尼亚。如果你沿着霍巴特一直往北开，你就可以看到这块美丽的地方了，火焰湾。